由 Angelababy、 在熙、黄晓明联袂主演的警匪爱情大片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近日首度曝光前导版预告片。视频中不但有黄晓明大秀背部肌肉曲线的画面，更有与首度饰演女警的绯闻女友 Angelababy 激情大战的刺激场景。据悉，该片不是单纯的爱情片，而是有着激烈警匪背景的爱情故事。从预告片透露的画面就可以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大厅气质，警匪之间的枪战动作等场面十分惊险刺激，追逐飞车戏码更是异常精彩。风小鱼整理报道。